来了吗？来了吗？你看。哎呦，好看这个！我去那边打。哎呦，就没有啦。哎呀，那这环你打了，没有下了。六百块就这样子没有了。感觉开头那几下比较好看，后面就比较普通。先收。一二，你们干什么？哎呀，西瓜视频的新年礼盒我现在还没拆嘞。这个应该是跟我那天拆的那个一样。你也有一份呐、啊？耶、不是，我不是两份吗？哪有？我不是两份吗？另外一个礼盒是两份呢、啊。在哪里啊？那你没拆吗？没拆啊。那我看见那个盒好像不在。啊？你帮我找一下，看一下在不在里面？我没拿。哇，好美的礼盒，好。每一年我不得不夸一下西瓜视频，每一年的礼盒都不一样，红红火火的。来来来来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这有刀，有刀刀。爸爸教你的。爸爸的。俊俊，妈妈教你，妈妈教你，俊俊，快点。爸爸有个是我的。对联，这个又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你好姐，这个是什么？放在哇，那这两个又是什么？爸爸，立正。好像这个好像是那个外网。我看见我弟拆了一个外网，我还说我没收到。那就是在这里。这里来了。不对呀、啊，这是西瓜视频的呀，是我的呀。哦，这两个是那个荣誉，荣誉勋章。哎。哎呦我去！一个是天空赛的，一个是生活赛的。哇塞，这个沉甸甸的，我老喜欢这种礼盒，我喜欢礼盒多过奖杯。这个礼盒里也没有什么东西装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看，这是用来绑那个盒子的。乱讲。都摆不下，两边办公桌都摆满了，都摆到这一边来了，这一边也摆不下，到时候
放在那边房子。嗯，那边房子，那边房子后面有一大排可以放的。要把那种玻璃柜放不完的话，机会。嗯。没那么多时间，老是去擦。巅峰赛。挑战自己。这是生活赛。生活赛是一个巅峰赛。嗯。这生活赛区的，这是总冠军的。嗯。看起来都像一样的。长得是一样，字不一样。你都小兔兔，招财兔。那这个放工作室去哈，招财兔哈。这个是什么 ？U 型枕是放车上用的吗？坐飞机啊，在车上啊。我还坐飞机。它这个是充电的哦。啊？知道那个充电是充电，有带按摩吗？充电？充电孔。哪有充电？那就带按摩的。那就是带按嗯带按摩的。哦，这个更高档一点，那怎么用？这是什么？嗯，啊？没有电，要充电，暖宝宝。好，又得一个。哦。充电的吗？就是这样子啊。嗯，充电它就会暖。是吗？老娘们比我还懂。我猜了呀。哇，哎，我都没来得及猜。哦，这个是红包是吧？那你拿去吧。我要红包，我要红包。你对联也拿去。我要红。等大年初一才能发，现在不能发。我现在把红包拼发给你们过年，我叫你们新年好，你要发给我红包不？好吗？啊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红色。你要绿色的。我要紫色。我要红色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我要给一个红色给你。我要橙色，我要紫色。你要橙色吗？我要紫色。过年我要回收回来了不？要装红包，装钱在里面不？我要紫色。你要装钱给阿姐姑不？到过年我叫你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你就把这个给我啊。嗯。开了那么一大箱，我就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哪有麻哥呢？对联。我想换个吧，这没了，剩箱子了。哎呀，那个红包给一个给他，过年你回来了不？过年我回去，过年我不。那八个给小表弟。前途无量啊！小表弟，你要努力一点，前途无量啊！箱子应该不用了吧？你那里还摆得下吗？他那里都放在柜子里面，都藏起来了一大半了，算了。招财兔哎！这个要放工作室去给他招财。房间可以放得下。谁这种东西放房间？要不像放我妈放鸡蛋那里？我。啊、我妈放鸡蛋那里、啊，开工。这个我要挂胸口。走，开工去了，来。挂胸口。谢谢西瓜视频啊，看完烟花拆礼盒，过年气息满满的，祝大家2023年幸幸福福，快快乐乐。好，加油，我们去工作去了。这个是2022年西瓜普类的一个生活赛冠军，一个是总决赛冠军。来，感谢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好朋友们，谢谢我们所有西瓜视频的兄弟姐妹们，谢谢风扇队的你们。加油，我们未来越来越好。像我不用发一样，没那么好混。